乐队 Tonic 同陈雷寻晚喺西九举行户外 show， 有得开 show 见 fans 当然兴奋啦。但恒仔呢晚嘅心情就有啲感触啦，事关佢爸爸因为病咗嚟唔到，呢次亦系佢屋企人第一次冇嚟现场撑佢。恒仔都特登向歌迷集气，祝福爸爸。可唔可以借你哋嘅声讲声讲声？可唔可以帮我拍低？我真系想俾我爸爸睇嘅，因为又要准备个 show， 其实我又好耐都冇见过佢。系啊，所以同事可唔可以帮我同应应？可唔可以帮我讲一声？恒爸加油咁样啊！多谢你哋。系一、二、三。多谢。难关通关跨过了，走到了终点。似诗也背负自意，自由是不可侵占。一口气，一口气吸，一口气再次浮现。恐惧剧痛，重生仍拼搏一次。完 show 接受访问嘅时候，恒仔都再次多谢 fans。不过对于爸爸嘅病情，佢就话唔方便透露啦。讲翻个 show， 今次 Tonic 同陈雷合作，当然唔少得唱下对方嘅作品嚟个 crossover 啦。世界很大，还很大，可以的，你可以有更好的，原来不坏，还不坏，我有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一世界，未来千姿百态，缘分生你都别怕，定会都要相信，一生是最好的。晚除了 fans 勁滿足，陳雷都好 enjoy 啊！我自己會，我好中意户外嘅 show 咯，我覺得我喺户外再玩得放啲添，好似即係我覺得好似冇咁多顧慮。有時室內嘅時候就會可能比較多一啲燈光啊、機關啊嗰啲，佢會即係可能有一啲限制，你就喺嗰個範圍嗰度發揮。咁同埋我其實都係第一次嘗試有個咁樣 T 型嘅舞台，即係變咗我可以。行出去嘅，咁就好似可以再近距離啲接觸户外嘅觀眾。既然咁中意，不如開多幾場啦。